天有一个学员问一个好问题，什么好问题呢？就是他问到一个问题说，如果我自己在做网站的时候，然后我的那个自己本机的图片上传到云端的那个主机去，上传到网站去的时候，那之后呢，把自己本机的那个照片删掉，那个网站上那个照片会不会也跟着删掉呢？哎，你想想看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？好，答案是不会，因为呢，什么叫云端主机？很多人搞不清楚云端主机到底是什么东西哦。云端虚拟主机其实就是一堆电脑，然后那一堆电脑呢，安装了 web server 的程式哦，就是架站的那个系统，架站的那个，譬如说 Linux 我们讲 Apache 哦，有很多是用 Apache 来架网站，它是一个程式，然后你把你的图片啊，把你的 HTML 档案啊，把你的 PHP 档案啊上传上去之后，那其实它跟你的本机已经脱离了，所以云端的电脑跟你的本机的电脑是两台不同的电脑。那云端电脑有可能好几台，有可能去做 cluster， 就是重集伺服器，就是 cluster 就是，譬如说 Google 有好几百万台的电脑，然后把它串成一朵云，一朵非常大的云。那不管哪一台坏掉了，它的那朵云还是存在，所以网站不会断线。那个这叫重集，就是有好几台电脑去组合成的一个云端伺服器。那你资料一旦上传上去之后，你自己的本机删掉当然就没关系了哈，所以这是观念的问题哈，所以这也让我想到我十几年前的时候开始在学习架设网站的时候，而且还要自己架设伺服器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常常有这个观念搞不懂，那为什么网站的图片跟我本机的图片到底是什么意思搞不懂，然后那时候还有 FTP 软体嘛，哈，现在就比较少用 FTP 软体了。那 FTP 软体就是专门沟通你自己的电脑和远端电脑之间的连线问题，哈，透过 Internet 去连线。那一旦连线完毕之后呢 ，FTP 就会分成左边跟右边的画面，左边画面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机电脑的画面，那右边的画面就是云端电脑的画面。那只要我们把左边画面的资料拉到右边画面的资料，就代表本机的档案已经传输到远端的主机上面去了。所以呢，本机的东西删掉跟远端的主机是两回事，因为它就是两台电脑的意思。那我刚刚讲过嘛，远端那台电脑不止一台嘛，有可能是几十台、几百台、几千台、几万台电脑去把它组合成的。所以他们云端伺服器为什么比较安全，原因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电脑去做 load balance， 就是做平衡、负载平衡，所以一台坏掉没关系，两台坏掉也没关系，其他电脑会负责，他们资料会同步，资料会同步，所以这个观念很棒，很棒，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学很久了，所以已经忘记了这些很基本的概念。那透过学员来问这些问题呢，就刚好让我想到我以前遇到的问题，也希望这个问题可以帮你理清很多架网站的观念。一旦这些观念你有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会建议初学者用 Weebly 的架站方式，就是因为你不需要再去用 FTP 软体，然后上传你的，譬如说 WordPress 或是 Joomla 这类的档案上传到云端去，然后呢，又要去处理将来那个传输的问题啊，或者是骇客入侵的问题啊，或者是程式更新的问题啊。那 Weebly 主要就是说，类似部落格一样，就申请一个免费部落格，申请一个账号密码，那你就可以开通，就可以使用，就可以架网站了。你根本不用去担心那个传输的问题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解决这一个观念上的问题，让你知道网站到底怎么回事。